这两年也很好玩啊，就跑来很多这种稀有的鸟类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暖化的影响还是什么东西，也不知道。不然我也是这两三年，因为我在爬山嘛，所以这两三年想说，哎，那常常爬山看到很多鸟，要研究一下鸟类，然后才开始，哦，这什么几年没有来过，或者是